我替你抓抓，有较舒适吼。嗯，呀，我有好真多啊，阿爸，我今麦真正感觉足幸福。那呢，我去书房改我的计划案。来，这里哦。阿爸，等下。什么代志？你确定要去比对哦？那是真正有符合。安尼真好啊，我就会当救小阿姨啊。不过头拄仔小妈不是讲悬挂会去影响到你的健康，而且这款手术也不是完全无风险咯。姨，有时阵啊，阮爸对我真足无谅解，甚至要把我赶出世界集团，是小阿姨把我收留。甚至把我带伫个身躯边，把我看家，把我关心，对我真足好诶。即卖伊个身体出状况，我袂当遮尔自私，为着要避免家己个风险，都无救小阿姨啊。我知啦，爸，我毋是迄个意思，我毋是，啊，你莫去友好啦，我是咧烦恼你啦。我来看卖下。在家创啥？刘先生，你不欢迎我哦？阮家不是你讲来就当来，紧离开啊！英，过来啊！请凯丽姐啊，凯丽姐，给你们。丁伯，真欢迎我呢！英，凯丽姐，你卡了，敢有较好啊？有啦有啦，虽然走路还是有淡薄不方便，啊，不过无遐尼疼。我刚才我有找一个药酒啊，要给你抹，而且还有一挂甜点，给你吃个嘴甜心甜，别个你卡疼的痛苦来。好，谢谢。还是嘻嘻嘻嘻嘻哦，是啥物甜点？是网络店边名店卖的哦，不正好吃。欧巴，你不是讲你要去改企划书？不要紧啦，你去无用，我陪凯丽姐开讲就好。是啦，我伫咧遮陪莹莹开讲，而且阮查某人啊，要讲一寡秘密，查甫人啊，无适合啦。啊，你不是要吃甜点？我可以准备餐具。哦，好，你阿仔真对你足好个呢。好多啊，搁替我马杀鸡哦！跟你讲，我爸是全世界上好的翁婿。你真足幸运的，你的爸爸妈妈把你保护得遐尔好。要无时阵啊，我有咧烦恼呢。你遐尔天真，遐尔善良，逐摆啊，你把身躯边的人当作是好人咁款。啊，我身躯边的人啊，拢真正是好人呢。给人对外就好就好诶，过来就好啊。咦，你敢知影迄个时阵啊？哦，渣男放伞走台的时阵啊，我的朋友有讲话，你安怎假是渣男？哦，要安怎假是啊？伊就有教我，伊教我伫个渣男的车顶啊喷彩，然后明是渣男。嗯，迄种片铺在网络顶面，让所有人啊公审。哦，真够厉害呢！但是后来啊，我感觉这种报复只是小 case， 其实哦，阿哥佫较厉害报数。阿哥有甚物报数？我一个同事也暗在外遇啊，结果伊伫迄个渣男洗发精内底加脱毛剂。脱毛剂？那呢，伊个红腮洗头了后，头毛唔着，掉光光，变大光头。哦，甲我那个光头也就同款呢。嗯，阿哥我，伊个伊个渣男定定在维他命内底完成更年期的雌激素。雌激素？嗯。那呢，伊个红腮唔着，变太监了。哎，拄啊好尔啊，阿爷啦，遐尔爱伫个外口乌白布。
过去哦，永绝后患，永绝后患。好啊好啊，恁两个哦，莫伫个查甫人面头前讲这款五七三话题啦，真做不了的。哎呦，张先生，你是惊你家己会变成安尼哦？我无偷吃啊。欧巴，你莫生气啦，凯莉姐是咧讲生笑啦。张先生，你唔是搁要保养？那你去保养啊！我甲莹莹啊，还佫足侪话要讲的。嗯？我的目睭。咦，有要紧无？我的目睭敢那是睫毛是甚物物件？欧巴，你去替我摕眼药水好无？我放伫个房间的桌顶，我来去摕。和张先生伫遮照顾你，哈？啊？凯莉姐，你要去倒啊？你也毋知影我房间伫倒？放心，我找伊着。江丽文，你搁要变做伊肉啊？凯莉是人客，头一次走来咱家，特别去咱的房间哦，找人找啥咧，足奇怪。我来看卖者。我清仓听到我物件，你是安怎要甲门关？你又搁是要创啥？你感觉爱我？江丽文。我叫 Kelly， 周云勇，你是干啥？咱做伙三年哇，我身躯顶多一个所在你无摸过，你是紧张啥？我甲你早都无任何关系啊，我已经结婚啦。今麦我是莹莹的翁婿，假使我继续甲你哥哥弟，我就是头家，就真正参像你讲的渣男。你做渣男嘛，不是头一届啊，应该足有经验的啊。我袂当对去，娶家对世界集团来讲，真正足重要的。我袂当失去伊，伊后头厝对我的支持。安尼听起来，你重生的不是林太太，是爹爹。所以只要会当让你爹爹。会当替你揪掉世界集团的查某，你就愿意娶伊先？是又该安怎？咱呢就莫把你的婚姻讲到遐尔伟大。其实你甲我真正单独来张元勇，无啥物差别，都是。渣男。凊彩你安尼讲啊？规日我早就跟你分手啊！破镜重圆，感觉你拢无想过。我爸甲凯莉姐去找眼药水，哪还袂落来？敢是吹无？我叫你离婚啊！你需要娶家，你需要利用你太太，我拢无关系。我干来希望你的心还佫有时间伫喺我的身躯顶，安尼我就搬走啊。江丽文，你讲这款话到底是甚物意思？张云勇，
咱两个人之前做伙的时阵，遐尔欢喜，你感觉会记的？感觉你无想要重温迄个时阵的日子。一个人的暗时，是过寂寞啊。你莫跟我过来。那呢，你也当跟我散开啊。俺身体唔干。待会就进电话。你跟我说两话。归去去甲因讲咱的关系，就伫甲伊做大方的，也互你甲时间互谈两个查某。你起笑？我是讲认真的，我即马就去。你袂当！你袂当！你要紧吗？小熊啊！会疼未？看到你遐尔要紧我，我袂疼。君勇，你还是足关心我的对不？